春季我们相爱吧，选出最接近你理想中女友的一位。一起看这第一张，哇塞，哦，这个感觉跟你的搭的话，我觉得80分吧。啊，就送这样，我不会讲韩文。这种爱情这种东西就是不需要语言的。这个像妹妹，这个也不错。如果你真的有好的这个姻缘，做兄弟是非常开心的。好，加油。大人哥挺好的。对，于老师我也喜欢。哎，这个。要选一个谈恋爱呢，最想跟谁呀？他吧，那就选他，这是彭于晏的呀。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。